好不好？你站在那边真的很烦呢、欸，你别站着，还是他们很烦呐、啊。可以啊，其实我不太喜欢在别人的时候跟认识的人聊天，比较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聊天。对，请勿拍打喂食。是。好。好，那我走。我真的很不想理你。好，好，大家就欢迎来到铁花村，然后就先大家就先逛逛，然后听听一下我唱歌，然后对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万芳的《万芳歌》。什么歌？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。
曾经这样，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，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成长，当寂寞来的时候会心痛，亲爱的我和你都一样。谢谢。好，其实我今天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你们真的可以坐草地也没有关系啊，然后坐椅子也没有关系。你要我讲几次呢？你们，你要我讲几次？那就不要讲话，唱歌就好。好，好，我就把歌唱了。今天就不聊天了，大家也没有什么兴致聊天。调个音。